可以发了，可以。I got it right. I got it right. I got it right. Araba. I got it right. Alhamdulillah. شكرا جزيلا شكرا جزيلا يجب ان تستهلي لا يجب في سلة الشهال ان تبكي شكرا الحمد لله 我叫李瑶，国际医疗小组中的一名志愿者。我放弃了国内稳定安逸的工作，来到这里，就是希望可以传递些许对生命的理解和渴望。 战争是残酷的，这毫无疑问。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在巨大战争阴影下渺小的无助，也感受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渴望。我无法给他们未来，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向未来。对于我来说，这样就够了。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想。 比如，他们。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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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安全！别怕，没事了，马上处理掉。 Boss, in case of something wrong, a group of army men have taken hostage, which is flagged in provocation against you. Who is boss? It's unclear probably. Shh! Go and find them. Don't pull me bullshit here! All that whose will be stale between me and Ennis must too die! Got it? Yes, boss, I got it.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任务总是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哎，我说，这赚钱的事儿，你怎么还挑上了？老子不缺钱，老子就是图一刺激，图一过瘾。结果呢，天天跟这些三流选手打交道，没意思。<笑>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实力，你也就配合三流选手过过招。 不是有武明的吗？怕啥呀？你父亲。喂。瑶瑶，瑶瑶是你吗？瑶瑶，瑶瑶，回来吧，妈，回家吧，妈妈不会再强迫你了，我们让你去学医，上最好的医学院，我们支持你，瑶瑶，只要你安全回来，我们什么都答应你啊。爸妈。 我知道了，我现在很安全了，你们放心啊。瑶瑶，我们等你回来。时间原因，你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安全的把他带回去。5分钟后出发。 怎么了？还有5名志愿者被关在他们的地牢里，我不能就这么。
把他们丢下，我们得去救他们。 对不起，李小姐，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你安全送回去，其他的事情和我们无关，请你理解。哎，不是，你不知道我跟他们在这相处多长时间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时间内，我们一直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才走到现在特别特别不容易。你们有装备、有实力，怎么就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呢？救谁呀？谁也不救。刚才总部得到情报，恐怖分子已经调集人手。 估计是来找我们的，直升飞机现在无法进入战区，所以我们必须转移到100公里之外的 B 车里点和他们会合。4分钟后出发，都准备一下。嗯，好。顾明，4分钟后出发。卡布丹。好，你们都不去救是吧？自己去。哎，李小姐，冷静点，冷静点，起来，冷静点，冷静。 你们还有人性吗？你们是不是脑子里只有钱？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处理掉一个人质？如果你们不行动，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全都会死，你们知不知道？老大，要不我们去看看情况吧？看看情况？去他们老家？抱歉。 这事儿我不掺和，愿意去你自个儿去啊！现在过去，不找死吗？人家兵力集结呢，在送上门，有病啊你啊！我可以给你们一笔额外的费用，能给多少钱呢？别停！我就问了，林小姐，我再和你重申一次。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你安全送回家。如果我们现在掉头返回去救那些人，万一中间出了意外，我没办法和你父母交代，所以，请你配合。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你家人 ，OK？200万，200万美金，我自己的存款我全都给你们。队长啊！ 我觉得这事儿咱们李小姐，这件事儿可以等我们把你安全送回去之后，我们再聊。走，走吧。哎，别过来！都别过来！哎，别过来！等等等等，别过来！好，冷静点，冷静点。 冷静点，冷静点！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去，我就死在这儿。如果我死，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我警告你们！好，李小姐，你别激动，这事儿我们还可以商量。商量？你们有给我商量的余地吗？有吗？别过来，给我退后！啊，李小姐，你想想。 你的父母，啊，他们花钱找我们，把你带回去，你现在却不配合我们，李小姐，你有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吗？你知道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家吗？啊，来，对，给我吧。 要是早点配合我们，何必遭这份罪？不用，看眼地图，还有多远？好。
左边三个，右边三个，山上还有两个，现在在山后，怎么办？打不打？ 我可以给你打开，但你要答应我，不要做傻事。他大爷的，子弹长眼睛了，打这么准。撤卷废了。总部，总部，呼叫总部。这里是狼群六队，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总部总部，呼！涛儿，我怀疑这次行动被诅咒了。必胜的臭虫！涛儿，我怀疑这次行动被诅咒了。必胜的臭虫！这栋不能待了，我们马上离开。哎，等等，等等！啥东西啊？这是恐怖分子的基地分布图，我们可以去他们的基地找车。 或许可以赶上飞机。我看你像个飞机。你们不是要送我回家吗？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不是吗？我们先过去看看，如果情况不妙，我们再想其他办法。行。
你要是想活命，你就给我闭嘴啊！我听好了，我是来偷车的，扒拉就你那帮小伙伴的，你要是不听话，我全都得死！听明白了吗？啊！雷霆无忧，上来，有情况。这是他们的送货车。 车况还不错，我们就拿这辆。雷霆，你跟我走。无忧，你去东边那个弹药库搞点动静。好。武明，你就留在这儿，保护好我们的六点方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等一下，我跟你们一块去吧。你就留在这儿吧，请你不要给我们找麻烦了，好吗？不是。 Boss, what's happening down there? Ro! Ro, Yaiwa! Behemda! Behemda! Masara! عندي طعام تعال حبيبي اتري طعام طعام حلو تريد تذوق شوي جيد والله تعال طعام لك تعال خذ ليش لا تاخذ لا تريد طعام لا تريد ان تعيش لا تريد أن تعيش؟ ما في مشكلة
大队长，打了死了，打了，打了。大队长。Hey, boss. There are a lot of guys incoming. Hey, boss, come in. 怎么了？ There's a problem. 谁他妈允许你救人了？现在是你想要救的时候吗？啊！要我怎么样？啊？见死不救？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行了，你们干什么？啊！违抗指令，自作主张，你还有理了？啊！你太鲁莽了！你们就这么冷血吗？啊！你们还有人性吗？看看他们！看看他们！你们就想这样，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然后转身离开吗？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怎么样？没事吧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The situation's not good.Position.
اللهم نقل لنيوكا هسا ارحلوا وسلوا يادا. If they are dead, we must get them back. Otherwise, you're finished like this.姑娘，给你吃点东西吧。 卫星电话还是没有信号啊，我们要到山顶上去。 重新确认敌人时间。 They're probably going to regroup for a second attack. I think we should move out. 带着他们，我们早晚得死在这儿。已经没得选择了，我们必须要带上他们一起走。卫星电话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信号。我们要翻过那座山，然后请求救援。离撤离点还有90多公里，3个小时内，我们无法赶到。目前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出发吧，天黑之前，我们一定要赶到那座山脚下。小兵，走吧，走。别停，走了。
你笑什么呀？那个，我帮你缝吧。怎么着？你会针线活啊？比你强点。轻点啊。忍点疼啊。那个今天的事儿甭提以前的事儿了，要不是吴用那小子，我们早把你送上飞机了。是他当时违抗命令出手去救那些人的。你叫无忧啊？嗯，怎么了？你年纪看起来比他们都小啊。我是去年才加入的狼群，之前一直在美国读书。不是，你读过书干嘛来干这个呀？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去美国读书是我父母的想法，他们希望我可以踏踏实实的找一份工作，而我呢，我一直想做一名军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狼群，就想过来试一试。这一试就是一年多。嗯，那你父母呢？他没来找过你？自从我加入狼群那天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为什么？他们说，只要我加入的狼群，就和我断绝关系。没事，你看，我这不还是来了吗？这里的诱惑对你来说就这么大吗？那你呢？这儿对你的诱惑又是什么？谢谢。不客气。我要回家了。你呢？你就不想回家去看看吗？之前老说我不顾及我父母的感受，那你呢？小心啊。哎，哎，你怎么了？我不行了。队长，李奥特体力不行了，要不我们原地休息会儿吧？好，啊，来，
我真的混，别告诉我真的混，来，站住！你上麦了 ，up 220。 坚持住！不行，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老大，330方向，他们的支援到了。You get him out of here. I'll draw their attention. There's no other way. No other way. Pistola! Pistola! 老大，我们不等武明了。他的伤口还在流血，我们需要尽快把血止住。过来按住他。 雷霆，你听我说。 我们要处理现在的伤口，可能会很疼，你要坚持住，我们必须这样做。听清楚了啊！我说三下，你撑开的伤口，我来止血。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二、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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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成功了，我们成功，没事。我尽力了。
雷霆，雷霆，你起来！起来！雷霆，听我说话！雷霆，雷霆，你别睡，你别睡，听我说话，听见了吗？你别睡！雷霆，雷霆，听到我说话了吗？你醒醒！你醒醒！雷霆！李瑶，走吧。李瑶，快快快，徐弟，
高军，东郊附近76号船长，明天有一批制毒原材料运到，他们准备后天大量出货，但我无法确认毒瘾会不会出现。雪狐，带另一组潜入。雪狐收到。发现一处鸣哨，已标记。黑鹰，10点方向叉车位置发现一处鸣哨。狙击地组到位。镜子，3点钟发现一个，5点钟发现一个，架子上一个。风速6米每秒，距离128米，6点钟方向，衬头，西装。报告，船长2层发现3名黑衣男子，着黑白花色衬衫，暂无法辨明身份。报告完毕。注意密切监视。无人机扫描船体，检测到7名移动目标，5名定点目标，船体内部人数尚不明确。标记目标，继续排查。对吧？你解决这几个，没问题。雪狐，这几个归你。好的。我解决这几个。行动。小组汇报位置。921就位，雪狐狸猫就位。黑豹就位。正前方视线不明，接近船体做好交火准备，各部门缩小包围圈。按 A 计划开始行动。多准备几箱，兄弟们都尝尝。谢谢大家。
目标跟丢了，冷静，密切关注周围情况。申请疏散，所有人员赶紧撤离现场，高速立刻下船，马上通知排爆小组准备排爆机器人，其他人撤离到300米以外安全区域。快，往这边走。快，你丫等一下。美娟，还好吧？我没事。美静，美静，没事吧？我如果能再早一点开枪就好了。你做得够好了。毫发无损的回来了，你要是把眼珠都挖出来让我当球打，我倒也觉得你够忠义。现在是算什么？你们过来投诚我吗？还是要把我卖给警察？我们不是叛徒，大哥，我们不是叛徒。大哥，这事交给我来。
云雀，带大哥去散散心，现在风声紧。一直以来我都很谨慎，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偏偏这个时候船上出了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内部有问题。大哥，我知道，大哥别杀我，大哥，我知道他们在哪，我看见叫什么东了，他俩前几天帮胡文送过酒，和其他几个庄稼的聚会很像，我已经暗中派人调查他了，本打算送完这批货做他的，可是我太担心了，我对不起龙哥。你能确定他的身份吗？能，我知道位置，我带你去。今日凌晨，在市局的统一领导下，由缉毒大队联合特警队多部门多警种联合行动，成功捣毁一处特大的制毒贩毒窝点，当场抓获疑似制毒人员6名，并缴获大量的制毒工具。行动中曾发生爆炸，现场警员1人牺牲，1人正在医院。小静怎么样？伤得重吗？你自己的女儿你比我清楚啊，她想做的事情谁能拦得住啊？国林，那就拜托你了。除了小静，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你女儿的事情你就不要担心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你自己。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吗？立即打开 GPS 和我们保持联络。局长，为了应对突发状况，从现在开始我就不主动跟你联络了，在没有确定三连结的具体位置之前， GPS 我是不会打开的。小东，虎哥，就是他，你他妈挺能跑啊！啊，大哥，20万今天晚上还给你。我操，他妈把我当放高利贷的了！啊，虎哥，没有卡。大哥，人带来了。老大，他就是梅学冬，我确定他就是警察卧底。啰里吧嗦，吵死了。没卡。没事儿，交给我吧。我见过很多的警察，活着的，死了的，还有半死不活的。像你这样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的眼睛里有恨意。这些年我的那些同行被缴的货，被抓的人，原来都是拜你所赐。你可以啊，你演技真他妈好啊。啊，想知道我是谁吗？高架桥爆炸案，芳华区袭警案，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图，这10年了，你们只知道一个代号，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好好记住这张脸，
带到坟墓里去吧。动手。老段，现在还不能杀，留着有用。你确定？确定。成了。我现在不想让你死了。阿总。要打我赔你。你愿意躲在这儿就能解决问题吗？你管我，你这是在放逼自己！你知道我在医院看到那些受伤的同志，我是什么心情吗？如果我能再早开点枪，就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了。我们是警察，不是超人。现场情况千变万化，不能把所有事都揽在你一个头上。你根本理解不了。我或许不懂你，但我是你的大队长，我有责任让我每一个队员尽快进入作战状态。